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近代武器取得了极度人性的发展，国家间战场的竞争促使武器的致命程度越来越高。飞机、导弹、坦克、潜艇和其他发明，迅速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占据了关键位置。然而，有一种武器虽然早在几百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但至今在战场上仍然避不可少。 这就是作为辅助武器的五名枪械。1997年7月，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一种新型步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官兵的手里初次亮相。这支外形新颖的步枪是95枪族的成员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制的小口径枪族。2004年8月，动荡的伊拉克重建大使馆，中国政府第一次为临危受命的驻外大使配备特警。在这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中，特警手中的武器尤其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握在这些年轻战士手中的枪械，与香港回归驻港部队官兵手中的枪械拥有同一个名字——95式枪族。它不仅是目前我军装备的最先进轻型武器，同时它还荣登世界小口径自动步枪精度最高、重量最轻、尺寸最小、有效射程最远的四个第一。 95式依托全新的  轻武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战场最后收过战场，就像那个巴勒斯坦打以色列，正面他不打的，打枪都是搜索式的，突然遇见了以后，突然就跪到就打一阵，赶快撤。 我们中国有句话是“姑娘的娃娃男孩子枪”嘛，我们从小就喜欢枪。在95式枪组问世以前的近半个世纪，董兴贤始终梦想着设计中国自己的步枪，但又不得不一直学习和模仿国外的武器，特别是苏联的各种枪械。从1951年开始。 我国先后跟踪研制了53式步枪、轻机枪、重机枪、56式自动步枪、冲锋枪、57式重机枪。你仿制你抄人家的，你只能抄二流的，一流的人家不给。解放后，国家投入了很大力量支持发展兵器工业，改造和新建了兵工厂，建立了兵器工业基础设施。 设置兵器专业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设置了研究机构，开展专题研究。经过长期的努力，使我国步枪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而对董兴贤来说，放眼苏联枪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模仿和创新，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作品。早在1958年，董兴贤就见到了世界上最有名的步枪 阿卡47，它的设计者是苏联枪王卡拉什尼科夫。阿卡47是世界上第一款标准配置的突击步枪。
它可以在沙漠、热带雨林、严寒等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保持相当好的效能。据说在越南战争中，把它放入水中几个星期后仍能射击，所以在战场上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手里的武器出现了故障，那么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找到敌机阿卡斯基。这种步枪是用 7.62 毫米的新型子弹，产生的后坐力较小，而且比传统的步兵步枪使用的子弹轻，因此回合为 7.62 毫米的子弹使得阿卡斯基在全自动模式下开火时具有更高的可控性，并使步兵能够携带更多子弹上战场。阿卡斯基一经问世就列入了55个国家的兵器库。由于阿卡斯基和其改进型令人惊诧的可靠性，结构简单，坚实耐用，威力巨大，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军队或反政府武装广泛使用。它是1947年的武器，那个时候呢，就是它自动射击了，步枪都是那个时候还是单发射击，它已经搞连发了。它在步兵班里不是主战武器，主战武器是我们的560斯卡斯半自动步枪才是主战武器，它都是单发，火力不旺，所以给步兵班配上几支 AK， 它自动的，哎，给你配两支自动发火的，火力比较旺一点，你可以把对方的压住，是这样，但它的精度不好。阿卡斯基虽然被公认为是一把好枪，是20世纪步枪行列中最耀眼的明星，但其缺点颇多，因其设计原理存在缺陷而影响了设计精度，但它的经典和实用性依然得到了众多使用者的青睐。阿卡斯基仍然算得上是全球局部战争中使用人数最多的武器，同时阿卡斯基的设计思路也影响了以色列、芬兰、中国等国家步兵轻武器的设计，如以色列的加利尔突击步枪、中国的81式自动步枪、56式突击步枪等。卡拉什尼科夫之所以能设计出如此优秀的自动步枪，得益于他曾经是名军人，知道军人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而设计出95式枪族的中国枪王朵英贤却从未当过兵，更是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向世界两大枪王发起挑战，研制出拥有精度最高、重量最轻、尺寸最小、射程最远四项步枪世界之最的95式枪组。姑娘的娃娃，男孩的枪嘛，我们从小就喜欢枪。朵英贤长期从事自动武器研究与开发、动态测试技术及武器动力学研究，为我国自动武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总师传奇，朵英贤95式枪组总设计师正在播出。那个历史上，新枪的那些新枪的，没有一个是当过兵的，那你首先它是技术啊，你不是使的人啊，你使的人那个技术，你光知道使啊，那个技术你并不清楚的，那搞的还得要有一定的技术素质的，没有技术素质没办法。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批自动武器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朵英贤和这个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专业一起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学习和仿制苏联武器的历程。1958年，他被指定为一个轻重两用型机枪研制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这就是著名的六七式轻重两用机枪。这对朵英贤的枪械设计生涯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时间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场，在火热的战场上，美军士兵手持的 7.62 毫米口径 M14 自动步枪的火力显然抵不住越军佩戴的 7.62 毫米口径的阿卡47突击步枪。于是美军于1965年将国内定型不久的 5.56 毫米 M16 突击步枪生产50,000支运抵越南，挽回了战场颓势。 M14 的火力不行，苏联的阿卡47比它的火力要旺，它的射程远，可以打1000米，但是那越南战场上那个丛林地带里，那1000米没用处的，结果人家200米的占优势，但是人家的火力旺，你的距离远，你的火力又不旺，这就吃亏了嘛，吃亏了，美国人就把他的成熟的这个小股军的 M16。他退出来了，生产了，首先生产了50,000支，拿到越南战场去，一去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嘛。这种步枪因其口径小于6毫米，称作小口径步枪，射击时坐地小，射击精度高，直射距离很远。 M16 全长986毫米，有效射程600米，由于枪弹质量体积小，士兵携带量大，总体性能要优于阿卡47。由于 M16 在越南战场上的突出表现，美国立即将该枪定为陆军装备。美军这一举措无意间将步枪的技术引入了小口径时代。单发步枪呢，火力不行了，都就必须得连发，这是第二。另外呢，这个发射子弹的时候呢，它有你要去子弹往前飞，它有往后的坐力，同时就有往后的坐力，坐力很大，射手受不了。你单发都受不了，你连发还能受得了吗？那么它就要把口径要变小，让坐力要减小，这样。因为坐力太大了以后呢，你拿枪也拿不稳，一打枪就乱跳乱蹦，那你子弹就是到处飞啊，你搞不好你打的地上的目标，搞不好把天上的目标打上去了，子弹乱飞了，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就研制出了一种小口径的连发武器，所以这样的话。它从药、从弹、还从武器各方面都有革命性的变化。由于 M16 发射的是 5.56 毫米子弹，单兵携弹量比 7.62 毫米口径的阿卡47大出 1.5 倍，枪体轻，反应快，在丛林中使用灵活。特别是 5.56 毫米子弹进入人体后会发生翻滚，射入时是一个小洞，出去时是一个大的十字裂口。如果弹头在人体内破裂，会产生打母弹的破坏效果，令人生畏。因此，士兵都暗中祈祷，不要被 M16 的子弹射中。由于 M16 被喷成黑色，所以战场上士兵常常会相互提醒自己的战友小心黑枪。1965年，斯通纳设计的世界上第一支小口径步枪 M16 在越南战争中异军突起，他和卡拉什尼科夫的暗中较量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M16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使用的第二代步枪，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部队并参加实战的小口径步枪，它对后来的轻武器小型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M16 横空出世后，世界各国争相掀起了引发小口径枪族的风潮，这一回卡拉什尼科夫不得不掉头追随斯通纳的脚步。
在1974年推出的 5.45 毫米口径的阿卡74，在苏美两国的带领下，步枪的小口径化成为大势所趋。那个时候它出来了以后呢，当时的苏联还有北大西洋的公约的那些国家都马上赶快赶美国，他已经搞小口径了，我们也要搞小口径，他们都搞了。我们呢，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1971年决定开了个会，决定我们也搞。那个时候还不是说我们原来搞，我们原来探索小口径自动武器，小口径自动步枪。此后世界各国掀起了研发小口径枪组的风潮，于是紧接着奥地利出了 AUG 突击步枪，法国又出了法马斯突击步枪，苏联又出了阿卡74突击步枪，英国出了 SA80 突击步枪，步枪小口径化已成为大势所趋。1971年中国决定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开展小口径步枪的研制工作。1990年5月国防科工委任命朵英贤为新 5.8 毫米班用枪组系统总设计师，那时朵英贤已58岁。自己搞了，实际上是探索，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不行，我们通过外面买来一些旧枪，然后呢拆了分析，看看人家用的什么药，它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它的工艺是什么，就是在分析这些东西。分析了以后我们再试探，就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就进入自己研制。现代步枪的第一代是后膛枪，第二代是机械装填枪，第三代是自动装填枪，第四代是小口径枪。小口径枪从1965年算起，已经有50年历史，还在发展。研制小口径步枪，需要在材料上、技术上都必须有十分注意。作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口径步枪，军方对朵英贤的设计团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要把美国的那些 M16 啊做了分析，完了以后呢，把法国的费马斯做了分析，还要把这个比利时的FNC 也做了分析。那么最后他要综合和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武器。具体的吧，你比如说设计精度吧，还有弹法精度、点射精度，这个有效射程的精度、远距离射程的精度，那还有步枪的精度，还有机枪的精度，还有那个短突击步枪的精度，那都精度，光精度就有十几条呢，可靠性，还有故障率，机枪不一样，短突击步枪一样，步枪又不一样，还有寿命呢，军方是把要求提出来了，但是你只拿得出来拿不出来呢，那你要靠你的手里的手段了。卡拉什尼科夫的阿卡斯基向来以可靠著称，即使在风沙雨雪的恶劣环境中也能正常使用，但缺点在于精准度不够，耗弹量大。而尤金斯图纳的 M16 枪组则胜在弹道性能稳定，精准度高，但相对比较脆弱，容易出故障，因此才有了越战中美国士兵丢下手中的 M16 捡起阿卡47使用的著名故事。那么是否能把这两支枪的优点结合起来，
做到两全其美呢？土法就那几年就是熬白了，白天黑夜的，你得想办法，你得想出辙出来。你制造的成本很高，难度很大，材料很贵，你支撑得了吗？你几百万装备得起吗？你打仗，成千上万的都废掉了，扔掉了，人还去换，你能支撑得上去吗？当时中国军队的枪械装备状况堪忧，我国第一支自行研制的自动步枪六三式由于故障太多，于1978年停产撤装，部队不得不把当年仿制苏联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从库房里拿出来继续使用。从1971年初起步的小口径研制，由于种种原因需要重新论证从头起步。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朵英贤十分着急，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追上卡拉什尼科夫和斯通纳的脚步，有朝一日设计出中国自己的一代名枪。现代步枪的第一代是后膛枪，第二代是机械装填枪，第三代是自动装填枪，第四代是小口径枪。小口径枪从1965年算起，已经有50年历史，还在发展。研制小口径步枪，需要在材料上、技术上都必须有十分重视。作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口径步枪，军方对朵英贤的设计团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要把美国的那些 M16 啊做了分析，完了以后呢，把法国的费马斯做了分析，还要把这个比利时的FNC 也做了分析。那么最后他要综合说，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武器？具体的吧，你比如说射击精度吧，还有弹法精度、点射精度，这个有效射程的精度、远距离射程的精度，那还有步枪的精度，还有机枪的精度，还有那个短突击步枪的精度。那这精度，光精度就有十几条呢，可靠性，还有故障率，机枪不一样，短突击步枪一样，步枪又不一样，还有寿命呢。军方是把要求提出来了，但是你只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呢，那你要靠你的手里的手段了。卡拉什尼科夫的阿卡斯基向来以可靠著称，即使在风沙雨雪的恶劣环境中也能正常使用，但缺点在于精准度不够，耗弹量大。而尤金斯通纳的 M16 枪组则胜在弹道性能稳定，精准度高，但相对比较脆弱，容易出故障，因此才有了越战中美国士兵丢下手中的 M16 捡起阿卡斯基使用的著名故事。那么是否能把这两支枪的优点结合起来，做到两全其美呢？土法就那几年就是熬白了，白天黑夜的，你得想办法，你得想出辙出来。你制造的成本很高，难度很大，材料很贵，你支撑得了吗？你几百万装备得起吗？你打仗，成千上万的都废掉了，扔掉了，人还去换，你能支撑得上去吗？当时中国军队的枪械装备状况堪忧，我国第一支自行研制的自动步枪六三式由于故障太多，于1978年停产撤装，部队不得不把当年仿制苏联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从库房里拿出来继续使用。
从1971年初起步的小口径研制，由于种种原因需要重新论证，从头起步。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朵英贤十分着急，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追上卡拉什尼科夫和斯通纳的脚步，有朝一日设计出中国自己的一代名枪。他做买卖嘛，他经常算是跟我们过来，他想着中国这几百万军队呢，这有一个买做成一个买卖的话，你给几百万军队装那来钱啊，他然后他在做他的这个宣传广告，他吹牛，那里面有真真假假的，你就来分析，你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不信你就把自己封闭住了，你信你就要上当。我们自己研制的时候，我们的设备什么的，在山沟里，用那山洞里面潮湿的山洞里面都锈着，都成是破烂武器了。我们的科研经费没那么多，都是旧设备，拿旧设备来应付，没有新设备的，根本没有搞过科研。你想86年嘛，还是二十几岁，二十三四岁去参加科研，都没有，连纺织都没搞过，在车间里都没有转过。大部分人年轻的70%，中老年的这是30%，里面是我是最老的。面对困难的自主研发，朵英贤念念不忘的还是要综合AK-47和 M16 的优势，追赶世界两大枪王的脚步。上世纪80年代末，带着不服输的心情，朵英贤先后把这两位枪王请到中国交流和摸底，想看看有没有可能设计出像AK-47一样可靠，像 M16 一样精准的步枪。卡拉什尼科夫是AK-47这一代的，人家是个大师。斯通纳是小口径自动化武器的大师，人家首创的，这是这样。M16 人家就把全世界的步枪领悟另外一代了，那就听他们讲，你这个 M 你怎么考虑？你这设计，这个现在 M16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你以前你讨论过没？考虑过没？就听听他们，从反正人家不会，你要直接去正面去这些东西，那人家就要警惕了，这都是竞争的关系，人家不会跟你什么什么的汤汤水水的都给你倒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卡拉什尼科夫基本上是个当兵的人，他技术上不像斯通纳，斯通纳人家技术上还能说好多东西，好多见解。斯通纳卡拉什尼科夫就是我，这个枪是我设计出来的，世界上大家都在用，但是你问他，你的精度不好，你这个精度我们使了30年了，把我们的战士苦坏了，精度打不好啊，这怎么回事情？就逼着问他，他避开不谈。在朵英贤看来，军旅出身的两位枪王，尽管在战场上和实践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设计灵感和先天优势，相对薄弱的力学基础是他们身上唯一的突破口，也是他迎头赶上的唯一希望。AK-47连发精准度差，难以控制，制造水平比不上美国，但优点是重量大，可靠性好，人机系统好。 M16 枪身设计紧凑，精度好，沿着枪膛轴线布局，一个可靠，一个精准。设计AK-47的时候，卡拉什尼科夫28岁，而接下小口径步枪设计阵步时，朵英贤已经58岁。对于朵英贤来说，难度可想而知。那个胆子是逼出来的，那个骑在马背上了以后，你不掐不骑到老虎背上，你不骑不行了，下来不行的，下来你就没命了，你就得骑到底。骑到底了就该跳 A 的时候就得跳啊，不跳的话那你就不行啊，他是这样的。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朵英贤一共研究论证了80多个方案，
通过不断推敲，终于摸索出了逐渐清晰的设计思路，把可靠性和精度结合起来，使95枪族的杀伤力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同类枪械。大于6就不叫小口径了，小呢别小于 5.45， 小的呢威力就不如人家了，我们就是大于它，小于6，这个中间呢我们自己内部就搞了好几个口径，然后大家你选这个，你选6毫米，他选 5.8 毫米，他点 5.6 毫米，然后做了以后呢比来比去呢，这个 5.8 的在综合性能上 5.8 的这个口径我们能拿得下来。一边加紧研发小口径武器，一边用心培养年轻的技术人员，朵英贤带着他的团队充分发挥了我国多年来在武器减重方面积累的优势，同时努力弥补工艺和材料水平上与国外的差距，而力学结构设计则成了他取得成功的关键。他们一方面努力减轻枪身震动以提高精度，一方面尽量提高构件运动的灵活度，保证可靠性，从而把两者尽可能地结合起来。1995年，朵英贤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一刻，全新的 5.8 毫米口径枪组系统横空出世，并一次性通过了国家靶场的试验。在各种各样的恶劣环境中，枪族都经受住了考验，这连朵英贤自己都没有料到。简直就是，我们如果这次就是拿不下来，行业的人唾沫都可以把我们淹死。大家就是玩命的干，玩命啊！说我心里，我感恩呐、啊，我说我感恩。我这一生啊，感恩党，感恩我的父母，我感恩我的团队。国家靶场都觉得我们是咋是一过去一个冲锋枪队要搞多少次，哪个枪不在国家靶场进多少次，你这一次拿出来了。面临制造成本高、难度大、材料贵等问题，朵英贤和他的团队一度陷入困境。为了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武器，即使面对行业的冷眼嘲笑，朵英贤也并没有放弃，而是顶住压力和质疑，带领一支 70% 人员都毫无工作经验的年轻团队赢得了这场无声战役。揭秘我国95式枪组的诞生之路，总师传奇朵英贤，95式枪组总设计师，正在播出。这是2013年拍摄的一段珍贵资料，朵英贤在208所内为前来采访的记者讲述阿卡47、M16 和95式枪组的区别。有托这个枪特点呢，它的重心在前面，握持在这个重心在前面，所以这样要使那两个手使，单手使不了，单手使不了。但是这样一个，这个枪也是，这有专门的枪托，专门的枪托呢，这样要是一个手使不起，拿不起来，你得要另外一个手，双手使才行，这样行。这个枪呢，就是它的重心跟它的手握持基本上相符，就你看这的平衡位置，所以我就可以单手使。可以单手用，我也可以双手使。95式枪组在设计时脱离传统步枪设计方式，将扳机和握把移至弹夹前端，在枪托内整合了枪机。这种无托结构不但适合多种环境使用，而且全枪制心在水平方向上，接近握把后方，射手瞄准更加方便，射击时不易疲劳。从1997年开始，95式枪组陆续装备三军，终于取代了我军使用多年的仿苏武器。从1997年初次亮相，到1999年大放异彩，
从快尔纳突击竞赛的初试封航，到亚丁湾护航之旅的如虎添翼，中国自行研制的95式枪组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不仅是目前我军装备的最先进轻型武器，同时还在世界枪支中占据了精度最高、重量最轻、尺寸最小、有效射程最远的四个利益。第一个，我们95式枪的运动灵自动机的运动灵活性，也就是可靠性，超过阿卡斯七了。这不是说世界上很有名的吗？我们超过了。我的95式拿出来，在同样的条件下，某一个条件下，我们做对比是在淋雨条件下，下着大雨，自动机就是下着大雨，在那里面我们做实验对比，我们比它灵活性要高得多，很明显。超过它呢，就是最高的，世界上最好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95式的这个射击精度，就是它的动力特性，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我给你做个比喻，我们的弹现在是95式改过95-1以后，弹头的这个口径还是 5.8， 但是我们的弹头的质量呢，从 4.15 克增加到 4.55 克了。但是美国的 M16 的这个弹的重量呢，只有4克。苏联的那个5.45 的呢，只有 3.45 克。我们在400米的距离上，M16 的落弹动能是我们的1/5。这个东西是在战场上，你比如说200米、100米左右、100米左右战场上，我这子弹打出去，我可以把那个步兵的防护可以打穿，他们打不穿。那时候我们的动态那命中概率还很高。这个是最主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运动可靠性，一个是动力特性，就射击精度吧，是吧？这最好的，这个就是我们是很自信的。95式枪组经过曲折的方案论证、工程设计、技术攻关、系统工厂鉴定、设计定型试验、部队使用试验等阶段，于1995年底被批准设计定型。从方案论证到设计定型试验，可谓创纪录的神速。1998年军事95枪组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英雄奖。现在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兵器工业第208研究所内，朵英贤院士曾经科研工作的地方，修建起了一座关于轻武器的博物馆。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国防教育基地，对外开放。在这里可以看到国内外轻武器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一睹95式枪族的风采。选择 5.8 毫米的口径是95枪族的一大特色，这是我国的小口径枪族在美俄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独树一帜。与此同时，中国95式枪组的 5.8 毫米口径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潜力。现在的95枪组又进行了改进，已将子弹的有效射程明显提高，步枪尺寸的缩短使95式枪组更加便于随身携带，连空降兵和装甲兵都能使用，这也大大增强了我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朵英贤的95式枪组开创了中国自主研发小口径枪组系统的先河，改变了中国军队长期使用跟踪研制苏联枪械的局面，也缩短了中国的枪械设计师与世界枪王之间的距离。作为95式枪组之父，
朵英贤本人也被誉为中国枪王。1999年，朵英贤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令人欣慰的是，九五式枪族的改进升级，在他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手里得到了实现。在共和国60周年阅兵大典上，新型的九五式枪族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惊喜。我们的歌子里，我们还是老说是我们朱启拿出我们的血火入了朱启血火入的长城，你说多可悲，多壮，多壮，悲壮，多悲壮。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我们的血火入呢？我应该拿起我的枪来筑起我们的长城啊。